你去哪里拿那么多钱啊？ 我想当这个。你项链呢？当然。哦，新来的袂歹呢。你在干嘛？我那学车车啊。你烧焦了啦。对不起。另外，今天天气这么热，你敢袂砍一日？我爱拍片。真好，加油哦！加油。 你身体实在是太硬，哪里都可以休息。你上个几个月吧。我一直很想开一间干妈店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边顾小孩，一边工作。我们到家。 手术已经顺利结束，接下来的72小时是关键，能不能醒来就看这段时间了。哎呀，要收银啊，唔食，今日才好啊，恁阿公咧一日倒落来，然后你店门随个关咧，你敢知影？这间干妈店是恁阿公一世人的心血呢，你看关就得关，关你你还欠阿公，你较差不多咧，你啊，啊，永北。 叫我无看，退过去，人家不会跟你这边。店里人，他怎么了？叫会中风了。什么中风？哦，叫你来照顾我，你说我中风，中你你还可以啊？哥。阿公，阿公，金宝，干妈店怕什么卖掉啊？啊？没，就是阿公情形啊，可能会需要很多的时间复健。 应该蛮不想被推了，继续亏点了。你若讲有关系，嘛有一工，咱个在这干嘛店，你有你人生啊，哥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俊龙就是我们幸福建设的王牌啊！派去，马上就把他拿下来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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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孩子生病，你打给我干嘛？哎，我想全天下女人啊，
都不懂男人在外面有多辛苦。我们是为您打造幸福家园的幸福建设开发员。我不打算换房子。走了走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没兴趣，不是，我也不想换房子。俊良，等下家己个菜脯吼，你习惯的增加哈。啊，若有闲就回来吃饭哦。你是在骑什么车啦？赵先生。俊良啊，你巧克力吧？这根本不能算是巧克力嘛！要吃巧克力就吃狗呆吧。哦，大金嘴好个短哦。俊良啊，这狗的彩票你哪讲的啦？哎，哦，去。哎，我劝你，你这么做坏了，你觉得幸福？我就是不要去拿板。阿公过来，我阿公过来了。俊良。但是有要紧吗？30岁这一年，我选择转身，离开了那一条所谓成功的康庄大道。从台北回到这里，顶多3个多小时，但我通常要花365天，甚至更久。但是现在的我很清楚，我想回家，回到那间有阿公在的用酒干妈店。俊良，你进来。是啊。你即摆是怕生干妈店会继续开啊？是啊。安尼就对个啦。阿公，我已经决定要回来干妈店。哎呦，你这开店甲开店是同款意思。哦，这是像，这是像，哎呦，阿俊良，拜两天，哇，你等来，你等来，哦，我今天带皮干嘛？哎呀，我买了 M。他叫你冲啥？啊，冲啥？哎呀，我提外卖酒，你看。哦。哈哈哈！冲啥啦？老板，你好，需要什么？桶装的沙拉油。哎，还需要什么？再一桶。再一桶。两桶，最后两桶都送你。刚好，等下去补货。卖场卖740，这边680。哦。加起来是1362。哦。谢谢。更小啊你。谢谢。你拿。得动。这你的脸也太臭了吧。啊，臭脸为那事啊，你袂记得啊？哎，因家就是开迄啰孟娜卡拉 OK 啦，啊，因母就是迄个足车的头家娘啊，有无？恁查某囝来啊？妈妈，我肚子饿了。妈妈，我肚子饿了。听到了啦，去买吃的。我老公，你妈妈是拍查某啦？查某啊，不要乱说啦！我叫我们全员外星人。你这几台车啊，要你这钱来开救一个啊！我讨厌你！为什么我没有爸爸？你讨厌我？我才讨厌你嘞！我供你吃，供你住，你现在讨厌我什么意思啊？来，不要，我不要，走开，我不要，你很厉害吗？不要，你爸在哪里？你给我找回来！
现，很多人站在那边，却很难走到对面。生命本来就有脆弱，腐蚀生活的恐惧。你是不是常常来教堂？那么多啊，那些啤酒跟花生也都是你送的吗？为什么你都要躲在旁边呢、啊？你可以进来这边呢、啊。你是不是我爸爸？希望妈妈可以给我一个新爸爸。只要我有爸爸，大家就会跟我玩。需要帮忙吗？我先载你去车场好。我看你跟其他人相处好像不太熟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不适应。我要爸爸，我要爸爸。停车。啊？停车。我没有那个意思。我住在这边的日子比你多得多，结果呢？大家一样把我当外人，就因为我长得不一样。你比我好这么多，你妈的有什么好靠腰的、啊？正娘啊。是我啊，喂，车要来啊、哦！差不多啊。这你怎么说？真讨厌啊！等等等等，你给我滚！哦呀！走吧，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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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被送哪？你知道第二颗扣子是最靠近心脏的位置吗？正亮，干嘛？是兄弟就跟我讲，你是不是也喜欢他？正亮，你不爱命死吗？你敢不知道你在创啥？你头路是要怎？进前恁三个不是安尼规工黏黏黏黏，你即马才回来哦、喔，啊，不过嘛不要紧啦，因为哦、喔，就是讲你回来啊，你嘛要来找我，干嘛当作空气嘛？干！张良伟，阿公讲你去台北报重考班，啊，操死啊！我跟你讲啦，今仔日哦，是公司搁较济遍。你骂我没这个，我自己扛。这间干嘛的？是我总部的财产。准娘，什么都无空，就你走的哦。阿娘幸福，阿娘留下我。不老用的卡车，我为什么看到你啊？阿娘阿娘啊！我实在真不甘愿的啦。路变了，是人变了。晒你娘嘞！吓歹啥啦？
我永远就是个拖油瓶。Ha ha ha ha!